们看这两小题，哦，这很简单啦，把那个特殊角的三角函数值带进去就是答案。我们看 sin 三十度是二分之一 ，cos 四十五度是二分之根号二，哦，这二分之一哈，减掉二分之根号二，哦，那这样一通分以后约掉二的话是一加根号二，再一减根号二，我上下给它乘以呢一加根号二，那就是负一，上面乘以一加根号二，就一加根号二平方嘛，那就是一加二三。加交叉项 2ab， 2根号2，所以这个就等于负3减掉2根号2。好，啊，这个的话哈，你把它带一带，好，这是二分之一 ，tangent 四十五度是一啊 ，cos 六十度是二分之一 ，cos 三十度是二分根号3 ，tangent 呢六十度是根号3的，所以这个这是四分之一。减掉二分之三，所以是二分多少呢？一减六，哦，一减六是负五，所以是，哦，通以后分母是四，哦，这四分之多少呢？四分之一减掉六，所以是四分之负五。